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乔伊，你是我的天使，那我呢？你好，你能让让吗？轮到我了。哦，亲爱的，别哭了，我们在这里，爸爸和你在一起，不错，谢谢你，我们随时欢迎你，悠悠。 让我拍张照吧，微笑吧，我的公主。恭喜你，你是我们的勇士莱利。你看到我打进智胜一球了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宝贝，你太棒了，一切都很棒。所以，嗯，看看他，爸爸。嗯，我有一枚奖章，只有一个。 真是个失败者，给他看看，宝贝，我有很多奖牌。你想和真正的冠军较量吗？我们一起玩好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不知道。爸爸，我们一起玩好吗？这看起来很奇怪。好吧，让我们试试。我真的不行。亲爱的，来吧，动手吧。我在。好吧，我准备好了。 你会失误的，哎呦，爸爸，一个失败者的家庭，再一次，好吧，哎呀，嗯，我好无聊，好吧，这次我不会错过的，放弃吧，失败者，什么？就是这样，这是什么？我是愤怒。 哎呦，爸爸，我的牙！加油，宝贝，这个女孩疯了。这就是我要对你们所有人做的。现在我们可以庆祝了。我们打败了他们，爸爸，莱利，你是最棒的。哦不，我的记忆有问题。伙计们，点赞这个视频，这个球就会修好。拜托。正确答案是什么？ 什么？妈妈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哦，悠悠，我马上就到。帮我，坚持住，就这样，按顺序来。谢谢你，欢迎你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亲爱的，别担心。好的，莱利，你妈妈怀孕了，你要有一个小妹妹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可是为什么？这太棒了，我们得去医院。 妈妈，爸爸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哇，嗯，我知道了，在任何令人困惑的情况下就去睡觉吧。这是早上了，该起床了。嗯，早上好，悠悠，你好，这是谁的包？嗯。 我迟到了吗？嗨，哦，我该站在哪里？我该去哪里？在这里吗？你是谁？我不知道。我看到了，有多少个按钮？那我该把东西放哪儿呢？你是谁？啊，你好，我是焦虑。很高兴见到你，让我们拥抱吧。哦，这是什么？一个婴儿床。 莱利，来这里和我们一起坐下来吧。谢谢你，妹妹，你想抱抱她吗？勇敢点儿。哦不，不是这个。哦天哪，我吓坏了，真是一场噩梦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莱利，你怎么了？哦不，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莱利，你还好吗？放心吧。 让我们开启欢乐吧，她太可爱了。你们将是世界上最好的姐妹，莱利，你是最棒的，我很高兴你该去上学了。快点，别忘了你的背包，我们走吧。哦，顺便说一下，我不是一个人来的，欢迎。你好，我是嫉妒。哇，你的头发真漂亮。 我太喜欢了，哦，你太可爱了，看那些亮亮的纽扣，
不要碰任何东西。这是学校的女王。哦，太酷了，我们可以和她做朋友，太棒了。嘿，这个女孩怎么了？你认识她吗？我现在就去弄清楚。哦，天哪，哦，她向我们走来了。不，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她来了？我该怎么办呢？你在干什么？焦虑，我们需要解决一切问题。你好。哦，我的日记。哇，你有什么？我能看看吗？不，我只是随便试穿几套衣服。没关系，女王很喜欢。这是可爱的。这是什么？红色警报，红色警报，好尴尬。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一个梦。你想学我？没用的，失败者。这太尴尬了。尴尬。你好。等等，太可怕了。爸爸，宝贝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今天课间休息时，女王，我很担心，她看到了我的日记。我可怜的孩子，我没法让她平静下来，让我试试。我明白了，你现在有了个新女儿。什么？宝贝，别哭，他们不再爱我了。我们到了。焦虑，你做了什么？我需要一个舒适的角落，我的焦虑椅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什么？你不会再打扰我们了？嘿，你不能这么做。我们这儿有什么？你不应该这么做。我为你感到尴尬。嘿，伙计们，请点赞这个视频。好的记忆力现在对我们很有用。该睡觉了。祝我晚安。哦，早上好。大家早上好。我能操控吗？当然。哇哦，多好的东西呀。好摇铃。是的，这一切都太漂亮了。嘿，宝贝，别吵醒你妹妹。宝贝，你好吗？我们早餐吃什么？嘿，妈妈，她睡得真香。注意我们现在嫉妒。爸爸。哦，我会让你看到来历是一种自然的力量。好吧，我要吃饭。你把孩子吵醒了，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大喊大叫？我们去厨房吧。你无缘无故把你妹妹吵醒了。喂，快点吃吧，不然你上课要迟到了，这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嫉妒，你能让我操控吗？谢谢你，太好吃了，谢谢你。什么？露娜，哇，你看起来棒极了，多漂亮的裙子啊。这条裙子来自我的日记，它偷了我的造型。让我过去，它采纳了我们的想法，你看起来棒极了。太不公平了，让我进去，让我过去。不，走开。我有一个主意，那两个人太自恋了，你会帮我吗？哦，是的，我很乐意。嘿，伙计们，问题来了，解开我们。太好了，我们的计划成功了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我可以吗？放手。没有尴尬，没有良心，我为你感到尴尬。我们走吧。就是他，他不应该盗用我的创意。复仇就是冰凉的意大利烤干酪面。嘿，露娜，你好。哎呀，什么？现在你是意大利面女王了？耶，一切都很完美。
你不能这么做，请吧，大师，谢谢你，意大利面条小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对不起，这是个意外，别笑我了。意大利面女王，你忘了你的意大利面？我的孩子，爸爸来了，他又和他在一起了。谁是我的美丽王子？我可以吗？拜托，放开我，爸爸。什么？老兄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哦，等等，爸爸。是的，宝贝，爸爸，等一下。莱利，发生了什么事？等等，孩子在哭，爸爸。我们也需要帮助，激活所有进程。朋友们，请点赞这个视频，拜托，爸爸。莱利，你想要什么？嘘，亲爱的，这是莱利，回你的房间去。哦，没事的，宝贝，我在这里。哦，父母，我想念那些日子，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。哦，多好的记性啊，莱利应该嫉妒自己。成功了，就是他，轮到我了。尴尬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我在父母面前表现得如此糟糕，我感到很尴尬。朋友们，在评论中写下你最近经历的情绪吧。大家都去睡觉吧。你，哦，天哪，我只是很焦虑。出去，反正你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决定。我们该睡觉了，我们得把它引到我们这边来。嘿，到这里来。我，好吧，我去。听着，我们有个计划。是啊，我同意。太好了。早上好，今天是嫉妒的好日子。嘿，伙计们，怎么了？来吧，尴尬，好吧。早上好，宝贝，这是你的早餐，祝您用餐愉快。麦片，你在这儿忘了什么？哦，我的勺子。什么？是谁干的？哦，他被头发覆盖了。我要洗它。再来一次。哦，不，我讨厌勺子这样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太好了。哦，我已经很紧张了。还有一条腿。哦，不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很好，女朋友，一定有出去的路。你做了什么？跳过它。不，不要，情况只会变得更糟。出去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去控制面板，就是这样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不，它会把我们都毁灭的。感受一下我愤怒的力量。真是一场噩梦。宝贝，你还好吗？呼吸，愤怒，你可以控制自己。太悲哀了，亲爱的，会没事的。那么，情绪，这是我们的新视频。现在，遥控器不会被一种情绪控制了。好吧，就像你说的，现在我们要一起努力，就像一个团队，你同意吗？Cool。那么，让我们开始吧。已经是早上了吗？现在几点了？闭嘴，闹钟。什么？我今天有考试吗？哦，不，我怎么会忘记呢？哦，这太糟糕了，开启恐惧吧。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好紧张。我们会解决一切的，在一起。我为什么不早点学习？好吧，今天我要尽可能多的学习。
太好了，伙计们，好组合，我得了 A 加。妈妈、爸爸，他们又和他在一起了。你好，好久没见，我们的宝藏。我会帮助你的。嫉妒，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，妹妹。而且我这次考试还得了 A 加。哇，莱利，你真是个天才，太神奇了。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团队，完美，朋友们，一起摇滚吧，我们是一个团队。嗯，人吗？莱利该睡觉了吗？是的，我们走吧，我们会看着他做梦。电影开始了。你是逃不掉的，电动老鼠。你是我的，绝对不是的。一个被烤焦的坏蛋，我是个笑柄吗？一切都结束了，你把我惹恼了，准备好缩小吧。不不不！哦哦哦耶！什么？哦，看看这个宝贝，现在你是我的了，待在这里。求你了，放我出去吧，我求求你了。好的，如果这个视频有50000个赞，我就放你走。请你们帮我点50000个赞，我的收藏太棒了，只差4件了。星期三，吸血鬼、美人鱼，还有蜘蛛侠。好的，我们继续狩猎吧。他在这里，我的美人鱼。鱼到爸爸身边来，梳子是美人鱼完美的诱饵。一把梳子，哇哦，他上当了。游戏结束了，你跟我来，放开我。尾巴是我最讨厌的东西。仪式开始了，我呼唤你，哈吉五吉。打开黑暗之门，让我看看怪物。你到底是谁？嗨，你跟我来。新鲜的晚餐来了，我看着就不行。吸血鬼，你能别再咬人了吗？谁？我？我只想挠他痒痒。再见。停，蝙蝠。我讨厌蜘蛛。哇哦，谢谢你救了我，蜘蛛侠。什么？我是个超级粉丝。这里发生什么事？这不是很明显吗？我绑架了你，到袋子里去，咬人的东西。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。好的，够了。哦，大家都在这里，你怎么敢？放了我们。嗯，不要抱怨了，我马上就把你们都变小，你们会为我的收藏锦上添花。想得美。我不想。把光线调到最低，开始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就是这样的吗？为什么没用？啊，没有插入里面。天哪，我够不到。嘿，蜘蛛侠，过来帮我一下。行，我该怎么办？把它移近一些。耶，太棒了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蜘蛛，回去。好的，我可以回去做我的坏蛋了。大家都去哪儿了？停，男孩们低头。
大家都在哪里？为什么这些巨大的盒子在这里？现在说得过去了。我的光线被设置为最大，是谁干的？好的，我们来玩捉迷藏吧。我们选择一个工具，订书机，大图钉。你在开玩笑吗，大图钉？我的意思是那么小吗？我有一个主意。谢谢你，放大机。比赛开始了。那么我从哪里开始呢？我应该从哪个盒子开始呢？蜘蛛感觉。什么？我没有撞到任何人，这很奇怪。我的蜘蛛感知永远不会让我失望。我们没有大图钉了，太糟糕了。这什么？哎呀，好锋利！我割伤了我的蜘蛛手指。我能感觉到血。嗨，不不不，请不要吃我。味道真好，谢谢。接下来是什么？哦耶，灭霸的手套。哦，像手套一样合适。我该摧毁哪个盒子？你还是你？是你吗？我选择炸薯条。粉色的，这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。我找到你了，星期三。我不想变得又可爱又小，太晚了。好危险，我又很幸运。谢谢特里顿，这不是我。天哪，你好巨大。小小的星期三，到这里来，小家伙，你属于我的收藏。星期三，搞定。接下来我该选择谁？摔跤手。好的，六七八，打到了，我们有赢家了，恭喜。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？得把盒子打倒。来吧，哥们，我相信你，你很棒。耶！我要把这个热狗送回售货亭。等等，我们有一个新冠军。冠军！啊，天哪！接下来是什么？仔细想想，乔瓦尼，谁在偷看我？哦，天哪，我该怎么办？他看到我了，这儿肯定有人。我们来看看是谁。我最好的眼睛，你会付出代价的。玉米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很明显。我危险了，慢动作爆能枪，射击。哦耶，好烫，上面还有爆米花，太烫了。天哪，螃蟹，我不想淹死在爆米花里。那里发生了什么事？非常棒，抓住你了，美人鱼。现在你是我的了。嗨，你准备好变成蝌蚪的大小吧。成功了。勇小的鱼啊，好，你别想逃。这是一个陷阱，我们必须离开这里。对的，
哇哇哇，下一个是谁？等等，我有蜘蛛网。嘿，坏蛋先生，我在这儿，在找我吗？什么？啊，蜘蛛侠，原来你藏在这儿，惊喜惊喜哦！啊，我看不见。嘿，吸血鬼女孩，我们得走了，我在这里，快跑！蜘蛛，你没有丢什么东西吗？哦耶，这些是我的。停，用你的脑子，朋友们，帮我们逃离乔瓦尼。在下面写下评论，评论越长越好。耳机怎么样？天哪！新盒子，好的。我猜这是安全的。我喜欢。什么？胶卷卡住了吗？行，继续工作吧。他们藏在哪个盒子里？我有一个点子，这是我的幸运苍蝇。我们来自苍蝇烧烤吧，好棒！好恶心，这个闻起来真香。狩猎的时间到了，你看不见我，我是一只隐形的蜘蛛。哦，松脆的零食，你准备好缩小了吗，蜘蛛侠？把苍蝇也变小，如你所愿。祝你好胃口。只剩下吸血鬼了。他在哪儿？毫无疑问，他就在那儿。啊不，他会找到我的。他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？耶，现在我处于高度戒备状态，等待烦死了，这么烦人。猎人，我来了，我得自己做所有的事。你好，吸血鬼啊，吸血鬼，给你射击，我准备好了。抓住你了，我的小吸血鬼。我的宝贝，神经病，为什么要把正常吸血鬼缩小，这不可原谅的。你又想又生气，可爱的小家伙，可怜的手指，待在这里。现在我的收藏完整了，太棒了。什么？皮丘在哪里？跑进通风口了，我会去找你的。宝可梦在附近。他们在这里，啊哈哈！我会抓住他们的。提高赌注。雷丘，没门，我的会赢。双刃丸，战斗。宝可梦猎人，快跑！你为什么要那样大喊大叫？我很敏感，
天哪，我们在哪里？你下去，这什么地方？有很多箱子。皮丘在哪里？皮丘，在这里。你们被定住了吗？都在箱子里。你们这些白痴，行，我们玩捉迷藏吧。哦，这儿一定有人。我应该从哪里开始？一把锤子。我们玩吧。你在哪里？朋友们，猜猜谁会赢得这场捉迷藏游戏？在下面的评论中写下获胜者的名字。游戏结束了。啊哈！什么？没人？这真是一团糟，这儿没有宝可梦，也就是说他在别的地方。哎呀，游戏继续进行。这儿让人好疑惑，我需要在盒子里挖个洞。好了。我该用什么？哦耶，炸药。谁想要炸药？阿布，双刃丸，你可以阻止他。你为什么要吐到我的脸上？我的炸药，我不会退缩的。啊哈，你躲在哪里，我的准宝可梦？我得屏住呼吸，我希望你只是路过。在这里，胜利的咕噜声。我需要一个诱饵。哦耶，拿到了。哦，每次都是这样。宝可零食是最好的宝可梦食物。这什么味道？宝可零食。成功了。皮丘，怎么了？我正在吃午饭呢。现在你是我的了。可怜的东西被抓住了。皮丘，真对不起，你是没法逃脱的。下一个是什么？哦，耶！这次我会做好准备的。哇哦，这是激光。哦耶，它让我立于不败之地。哇哦哇哦，我要砍谁？思考，胖丁，思考，冷静。我选你。再见，麦克，我没法再唱一首歌了。转念一想，你可以帮助我。你在哪里？这一条线索。什么？又是空的。那么为什么麦克风在这里？宝可梦又玩了我。我相信我知道宝可梦在哪里了。天哪，宝可梦的灵魂，求求你救救我。什么？为什么没用？电池没电了。怎么？从速卖通上订购一把剑是个坏主意。谢谢你支持我。好的，我会用枪，举起手来。对的，这是给我的。啊哈哈！一、二、三，准备好了，我要射击了。不要是我，我求求你，拜托，我希望我能休息一下。哦耶！宝可梦狩猎。
那么我们捉到谁了？我这辈子连一次都没法休息。哈哈，有人活着。你，我可怜的宝可梦，很抱歉，我打到了你，我很抱歉。啊哈，你就待在这里。好的，我们继续。哦，鸡耳朵暴露了，它只能意味着一件事。别吓唬胖丁。什么？猪耳朵什么都没有，其余的在哪里？好了，嘿，雷丘，你在这儿吗？嗨，那边，我们离开这里。宝可梦们，你们无路可逃。停！哎呀，新的盒子，藏起来。哈，出去！我先到的，小气。我安全了。哦，天哪！拜托，不要靠近。我有一个计划，我需要一把电吉他。快点，我等着。摇滚音乐万岁！什么？我以前听过，这是我的歌。不不不不，不好的时机。不，这是个坏主意。不。哦。不，拜托，这让人太难以忍受了。哦耶！太棒了，演出结束了。待在这里。不，这取决于我。哦，天哪，他会在哪里？嘿，朋友们，你们认为我们的雷丘藏在哪个盒子里？仙人掌、香蕉、葡萄还是苹果里面？雷丘在哪里？在下面写下评论好吗？这个噪音是怎么回事？把吸尘器给我，出去！我在打扫卫生，从来没听说过吗？从我的游戏出去！小心！最后一只宝可梦，很快我就会捉住你的。香蕉是空的，我来打开苹果。什么也没有。为什么没用？雷丘，你可以靠自己的。没错，葡萄，出来吧，雷丘，我知道你在哪里。好的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快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去哪儿了？为什么这儿是空的？雷丘到底在哪里？好的，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？不不不不。好了，不，拜托，再见。宝可梦成功了，反派入狱了。再见，衰仔，我不会就这样算了的。这到底是什么？妹妹，别担心，你是下一个。我很害怕，哥哥。天哪！我绝对不能进去。他们到底对他做什么？接下来，特雷西、马里昂，
哦不不不，他不能抓住我，会没事的。哎，我呢？医生，这特雷西，我们是来进行例行检查的。哦天哪！他有点害怕，医生，请坐。医生，他非常紧张。不用担心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有丰富的经验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非常感谢，我受够了，就我的机会。耶，就是我所说的。特雷西，特雷西，你在哪里？在这里，他找不到我，对吧？太棒了，他在哪里？特雷西，点赞。如果你也讨厌医生，请点赞。那有什么？医生，好痛！太糟糕了，我不该停下来的。这什么房间？里面全是垃圾。走开，不然我就开枪了。用我的灌肠剂，不要！别紧张，把灌肠剂放下来。你的白大褂上有什么？这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这是番茄酱，看到了吗？我去换一下，我有点邋遢。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我马上就告诉你。我的名字是阿里克斯。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他们带我去医院检查。我很害怕。太可怕了，于是我就做出了选择，逃跑了。我躲在通风口一直爬行，最后来到了这个房间。从那时起我就住在这里。振作起来，艾克斯，我懂了。我们应该在我们的藏身处进行彻底的改造。我想你是对的，我建议我们需要彻底的清洁来开始新生活。哦，嘿，小心！合计已经跑光了。停，谁在这儿？没有人吗？好奇怪。这是什么？一台电视。嘿，朋友们，请在下面写下评论，你想在你的密室里看到什么？这魔术还是什么？你以前从未看见过电视吗？特雷西，你在哪里？我知道。咚咚，有人吗？没有。那儿呢？砰！我的天哪！别再这样对我了。有一个孩子失踪了。你见过这个女孩吗？这个女孩，我知道你应该去哪里。到办公室来吧。嗨，你见过这个女孩吗？哇啪不嘟吧不哒吧吧。嗨，你好，医生。抱歉，我有点入迷了。我来听你的肺，而不是听音乐。你没明白我的意思，坐下，呼吸，把它给我，我很健康。我正在寻找我失踪的妹妹。等一下，别动，我还是得听一下。别动什么？什么？我很困惑，有喘息声，放轻松。什么？你需要打针？不，更大的针。不，长这么大了还怕打针？我的屁股！我不应该坐下。好吧，我们正在继续认真的工作，刷墙。走开，别挡道。这是超级粉刷匠的工作。沙发，你不会受伤的，你也不会的，特雷西。
好的，闪开，专业人士正在工作。过来，小熊。我也有些东西。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对不起，艾利克斯，他什么都做不好。更多的，停！这对我来说太过分了。等等，不要对着我喷！快速刷掉液体，一定要光滑哦。我做到了！哎呀，等等，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忍不住，一定要有彩虹。哼。好的，接入挑战。这什么？好，我给你重新刷一遍。不可能，你不想惹我的。这样的话，这就是一场彩虹决斗。我不会让他赢的。哎呀，很好，同事，我们太棒了。硬度强，耶！我们开始工作吧。这儿有很大的创造空间。我有一个主意，看，主题装饰。耶！我们必须跳出框框思考。你从哪里得到的？它更壮观。一定要刷上颜色。好了，我完成了。什么？哎呀，抱歉。过来。是错的，永远不要再这样做了。这不是你拿罐子的方式。我来给你展示，你摇一摇，喷一喷。哇哦，看看。太棒了，我想到了一个主意。你要去哪里？天啊，好重！哇，这什么？我不明白，它会派上用场的。天哪，我知道。哎呀，哇，我喜欢。我们开始吧。机长，看看这个。我从手术室偷了一辆推车，想要做一下实验吗？哇哦！哎呀，这什么魔法？太棒了！我有个主意。Yes。我们把这些试管里的一些魔法药水放进管子里。很好。嘿，你在做什么？这颜色真美。谢谢。什么？太棒了，我是个天才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我们也可以清爽一下。你做得很好。你见过这个女孩吗？我没有。打扰一下，你见过这个女孩吗？没有。你见过这个女孩吗？没有，抱歉。哦，打扰一下，我的烧伤，放手！你没有看到我浑身都缠着绷带吗？你见过这个女孩吗？这是特雷西，我的妹妹。你可以看一下吗？看起来很熟悉吗？哎呀，对不起，让开！我很抱歉。她会在办公室吗？医生，这个女孩看起来很眼熟吗？她在医院失踪了。你看见过他吗？坐下，我就是找不到他，就像他真的凭空消失了一样。我现在已经不知所措了。天，我知道，你需要一个治愈性的按摩，我不需要。记错了，救命！我的脊椎。
我的骨头。哦，噪音太疯狂了。啊！哦，我感觉不到我的肌肉了。等等，你还好吗？你看见过他吗？你看见过他吗？在这里，这个男人昏过去了。把担架里的东西扔掉，放上病人。小心，走吧。嗨，我们终于见面了，有什么新消息吗？一比一。等等，等我够到你再说。看看，我有什么？这非常适合你的膝盖。所以呢？奇怪，反射呢？哦！耶，真棒！等一下，怎么了？遮住你的眼睛。你能看到上面的是什么吗？啊？什么？耶，对的，就在这儿。你必须帮帮我，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写下海报上面的内容是什么。嘿，你在干啥？让我看看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给我看看，快点，给我看看。好的，给你，这给你的，想要吗？我喜欢。这可是真的棉花啊，好恶心，还计划毒害我。哎呀，有人看到我的妹妹了吗？她会在这里吗？谢谢，很棒。别打扰我，我讨厌整容手术，我受够了，好累。嘘，你会把孩子吵醒的。安静，你会吵醒我的。看到标志了吗？不准喊叫。什么？我有一个新标志，禁止大声喊叫。天哪，安静，宝贝，别嘘我。你应该受到责备，还有你那愚蠢的标志。安静。天哪，宝贝，安静。我放弃了。没关系，别哭，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。你们真好。啊，我的腿！现在你能听到吗？好的，太棒了，我知道了。救命！我要死了，艾利克斯！怎么了？谢谢你所做的一切，克雷西！天哪，他马上需要医生，我必须走了。我看到了光明。快点，这是我唯一的选择，坚持住，我要坦白。我有一个妹妹。耶，当然，一个从未见过的假想的妹妹。啊，哥哥克雷西，肯，停！你还好吗？哦，特雷西，你不再失踪了。天哪，医生来了！无论如何，我都必须这么做，为了艾利克斯。嘿，特雷西，对不起，我应该检查一下你。我不得不假装。好的一面是，我以一种快速有趣的方式了解了你很健康。你耍了我，大家都知道。妹妹，冷静点，医生这样做是为了你，不然你会很害怕的。我感到好丢脸，又吓到我了，骗到你了，医生。克雷西，我们可以当朋友。再见，再见，阿里克斯，谢谢你，医生。再见，随时。妈咪，我的女儿。嘿，妈妈，你勇敢吗？哥哥的生活。嘿，这是我的另一个妹妹。